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柔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Mom TV。老公用什么样的方式？各取就是收集所有就是会对我最好的方式来疼爱我，比如帮我煮早餐啊、午餐啊、晚餐啊、宵夜，我想吃什么，基本上老公都可以变得出来。那他知道就是孕妈咪可能比较容易会便秘，所以他就会做果汁，然后会做一些就是养生的，对于就是肠胃都会很好，对宝宝也很好的果汁给我喝。那吃饭啊也都会把第一口先给我吃，我吃不下他也吃我就是觉得我先生真的很疼我，我真的很幸福哟，他可以这样子把我照顾得这么好。我觉得我会是一个什么样，我觉得我会跟宝宝，我觉得我会比较是黏宝宝的妈咪吧，因为我光看超音波就可以哭的感动的。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陪伴他，当他的朋友啊，然后可以跟他一起，我自己也在成长，他也跟着一起成长，就以后的日子都会有他也会有我啊。讲到我都好感动哦，我又想哭了